难尽欢千日醉，此刻相对恨晚。那是何人？啊！我乃常山赵子龙。子龙他想逃了。不可能，那现在是人心难测，他定是投那曹操享受荣华富贵去了。不可能，子龙跟我患难相救，心如铁石，岂能为富贵所动？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